那个人怎么有点像乔英啊？过去看一下。美女，你这个核桃怎么卖？来，你尝一尝。哎，大平哥，是你呀？对啊，我今天过来办点事。哎，干什么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你说怎么放点核桃回家？不用，你留着卖钱。你这，好吧好吧，那我收的，那我也不能白养你的吧？我这里，我儿子给你钱，儿子给你钱，来你拿着。大明哥，要不了那么多。你拿着吧，那多的给丫丫买点东西，上次上来也没给丫丫带东西。丫丫今天没来啊？没有，我走的时候丫丫还在家里面睡觉。那你多早开始走的？我早上4点钟就从家里面走了。4点钟？那天还没亮呢。是的。那摆到这里好卖吗？不怎么好卖，可在下雨。那等一下，那雨下大了，你找个地方躲一下呀，别在这里一直淋雨。好。我还有点事，我等一下那边处理完了再过来找你。好。好，你先卖。怎么样，东西卖完了吗？哎，你这吃什么？你吃什么？吃泡菜，自己从家里面带来的。你就吃这个？这今天这街上人都没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吃饭吧。不用不用，我吃这个都已经吃饱了。哎，反正我也没吃饭，我自己去吃也没有人陪我。走吧走吧，陪我一起去吧。好，那你收拾一下。是吧，乔英，这里也没有炒菜，就这些，这样就吃。是啊，吃菜啊。这点都点了，你不吃的话也浪费。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你自己念哈。好，那你哥你也吃啊。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忘了。好吧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大明哥，你等一下，想给我奶奶买一件衣服。你奶奶？我怎么去家你家里没见过你奶奶？我隔壁的奶奶，她平时对我很好，什么都会想到我。你等一下，帮我奶奶看一下。好好好。老板，这个衣服多少钱呀？24,500。便宜点吗？就15块钱行不行？可以。你不给自己买一件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家里面有穿的。有穿的，那你看你这个鞋都破成这样了。这个鞋子热天穿你比较凉快。走吧，去买一双吧，我给你买吧。真的不用，大明哥，我家里面有穿的。走吧，听我的，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的话，你做我妹妹吧，好吧？做你妹妹呀？对，我还没妹妹。那走吧，去买一双。鞋子就不用买了，大明哥，我家里面有穿的。走吧走吧，你都做我妹子了，就听哥的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来试一下这个吧，行。穿不舒服吗？舒服，好，挺好看的。老板，把另一只给他拿来，那你穿着吧，我去付钱。对了，乔英，来，这个你拿着。哎，没事给我红包干嘛呀？你拿着吧，那认你做妹子总得有所表示呀。这个真的用不住的。啊，你收着吧，那你要是不收的话，那就是不想认我这个哥。那好吧，哥，我去家里面玩一玩吧。算了，今天还有事，今天就不去了。都已经到这个家门口了，进去坐一坐嘛，喝口水。我下次有空的话再来找你。那好吧，这个丫丫还在家里面等我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那你有空来玩呀。好。那哥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有空来玩。那你慢点。好。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。今天他又上山了。今天看到他，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了。
伤到你没有？腰有痛。腰有点痛。你还知道痛啊？那昨天才出院，今天又上山来了。都说了让你不要来弄，不要晒太阳，这么热的天，40度，你还去弄什么弄？别弄了，别弄了。怎么说不听呢？你这个人。没柴烧，他不知道来背啊，那什么活都让你来干啊？他没长脚，没长手，是不是？啊，就你有手有脚。你他到底是把你当成了他家的驴还是牛啊？啊？走了，别弄了。哥，先把这件柴背回家，下雨去。还背什么背啊背？你要是当还认我这个哥就走，别弄了，我让他来背。我就不信他背不了，他干不了这个活。走了，走。你看看阿虎现在像个什么样子？你自己在家里坐着舒服的很了啊，还吹着电风扇。你让乔英自己去干活，这么热的天，都快40度了。他昨天才出院，都说了不能晒太阳。你知不知道心疼一下他啊？我没喊他去。你没让他去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帮一下他呢？这本来就是男人该干的事啊。不是你少了一只吗？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让你去来帮帮他，你不要让一个女人来养你好不好？你还是个男人呢，你真是，你丢我们男人脸了。少一只吗？啊？我把气话我不跟他争气争气干什么啊？不可能我跟他解释啊。你的意思是什么？女人娶回来就得干这些活是不是？那不干就整你了吗？啊？你不是女人生的啊？你不是女人养的？不是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你要找什么？你要是这样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给他找份工作，我让乔英出去。出去？对。哎呀，好好说，来，咱们坐了说。来，不坐，我们坐了说。来，咱们坐了说嘛，坐了说。你要是要想帮他的话，你就上山去把他柴背回来。我没让他背回来，我就是想让你去背。我想看到你有点改变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会儿去。对了，好不好？行了吗？啊，一会儿去。行。现在太热不到，我怎么去啊？啊，行。那你等会儿去把它背回来。哎，好，我现在还有点事。啊。他刚刚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你坐吧。你坐。嗯。头还晕不晕呢？你以后有什么事的话，一定要跟我讲。你也太谢谢你了，大明哥，第一次有人帮我说话。哥本来就该帮妹妹，对不对？你还是去睡一会儿吧。我还有事，我要走了。那你路上开车慢一点，哥。嗯，好，去睡会儿吧。